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因为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喉咙怪怪的，也不是很痛，就是卡卡的，然后会咳嗽流鼻水，所以就去做个快筛，快筛是阳性，已经给大家看过了，所以现在就是等结果出来。不过还好了，这个除了会咳嗽以外，其他还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。好，谢谢大家。